为着要来推广国产鹿茸哦，日前中华民国养鹿协会是特别举办一场行销的活动，唔单是讲有各种鹿茸的相关产品，嘛是请来料理的老师哦，伫现场示范各种鹿茸的料理做法，和大家当地厝里都来品尝着营养成分真高、鹿茸入菜的好料理。为着要让国产鹿茸的优质特色，会当推广，让更加侪民众来了解。中华民国饲鹿仔协会特别伫日前举办了一场产销活动，并且要教导大家要如何挑选才当买到上佳好的鹿茸。啊，但我们要支持的就是我们的国产鹿茸啊！很多人都不知道说，哎，那我要到哪里去买我们的国产鹿茸？很简单，你不可以到医院，不可以到观光景点去买。咱希望的是讲，你可以在地当台南，我们台南市就有很多的鹿场。好，啊，咱买上当季上鲜的鹿茸，就是要到我们台南市啊，这么多的丁德西哦。好，我们每年的三月到六月，就是咱国产鹿茸，台湾水鹿的生长季啊，咱希望讲大家朋友，你可以到你附近的鹿场去挑选鹿茸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国产鹿茸。除了讲展示各种鹿茸的相关产品以外，东港也邀请了专业的料理老师来到现场示范，要如何在厝内底地工来做出简单个美味的鹿茸料理。好了以后呢，它很香的时候，我会把大蒜我们两次下去哈，那我们这个胡椒。这个是吃素的也可以吃啦，就是我所谓的素的不是。对着真侪民众来讲，鹿茸可能是一个比较较生分，而且伫咧生活当中较歹接触到的食材。不过透过了推广的活动，成功让大家了解到其中的营养，啊，佮有要如何来料理，期盼会当熟悉到这项优质的产品。记者郭佳明，东区采访报道。